账啊，可不可以麻烦您把你的这个奖品啊，就是假如说500块钱啊，奖品先转到我们的支付宝上入一下账，然后再转给你。我去你妹的吧！哇扎，哎两下，平 A 一下打强攻，我再扎 A 两刀，平 A 接扎接 A 两刀，一级怎么学个 E 呀、啊？这小子。蓄力扎，为什么不带征服者？我觉得这英雄的征服者不好触发，不想带就想带强攻。看看这卡米尔带没带点烟？OK，他没带。让他 A 我，你在还手吗？太不行，晕，扎，全空了，先 E 一下过去查眼儿的，看看那蛤子在不在，我扎。A 晕，扎两刀，扎一下，扎两刀，再扎一下，直接跑，跑眼儿，哎，我将不断索取，不断抢夺，直到世上再无一物，只剩他一人。等一等啊，这蛤子应该是去打河蟹去了。啊，回来了，扎一刀，再扎一刀，走，不行，这脚踢着我，会有点伤啊，扎一刀。这波不好打呀！你给我晕！士兵，小心点，他越塔啊！W，哎呀，烦死了！干嘛越我塔呀！我操！我也太亏了。来的可真是时候啊！到了，他六级了。我要你在哪里？你咋的呀？我们一直前面都是优势，就直接越我一波塔，游戏结束，直接压我一级。这卡米尔直接压我一级，我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打了。哎呀，此时此刻我想骂一下人，真的可太恶心了，这瞎子。样的，好送。
你玩个塔蜜人，你不跟我耗血 ？A Q 平 A A 接拉起一下，一回来接大招。烂泥扶不上墙啊！简直是没完没了，又开始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跟上把那无敌人一模一样，两分钟来一趟，根本不让你玩。这把出布甲孩吧，他的双眼映出一整个令我感到欢喜的世界。你还让我去给你看蓝，我看看吧，我瞅一眼。我扎一刀，他是唯一的星光。我有一种感觉，他俩在打峡谷先锋。我还有一种感觉，这波我去了要双杀。没打，没打，我自己打。快跟我过来呀！试试看能不能打得过吧，我觉得差不多。啊，差不多，有点盐的话应该差不多。一下一过来 W A Q 给大招。这怎么100多延迟啊？发生什么事了？为啥呀？咋的了这是？网通区也卡吗？不对呀，啊，降下来了，突然之间就开始卡了。好了好了好了，伊苏尔，我的爱人，扎两刀平 A Q 一下，扎两刀，再扎，扎两刀 E 一下 A 一下 W A 扎两刀闪现平 A， 算了吸了得了 E 一下 E 过来 A Q A 接拉起接 W 接大招，杀！直接放，刚好拆没，一接塔赶紧拆，我受不了了。我先走一走。
走位。他又来了，他又来了，我赶紧来一首海妖杀手加布甲孩吧。我已经有点无敌了，没能量干他，他一个 R 接一个 Q 我就死，你给我死哈子，骗呀哈，轮到我了，直接开悟上来找他 A 接戳 A 两下停雷薅，这没晕到，我有布甲孩粘到他为止， A 接戳打不了，薅两下停雷击一下一回来打不了，Q 接炸好，哈这个下路我们上来把他二塔拔了 W 走，他一刀回头戳戳控 A 两刀戳一下点燃平 A 再 A 一下死，打不了接拉起，赶紧把他二塔拔了，回家破败了 W 吸戳一下 A 两下平 A 平 A 一下戳一刀给大招戳一下吸 W AQ 一下一回来平 A 平 A 就拉起接 A 接大，还来来，哎一下戳一下 A 两刀打不了，戳两下平 A， 小伙子别让我看见你。黑雾回家2900，差点钱，用蛤蟆尸体玩个 bug，蛤蟆尸体怎么玩 bug？ 玩 bug 不会被封杀吗？小伙子，你心术不正啊！我到了，这个蛤蟆已经没技能了啊！我找他去。先打跳弹把他后路断了，可这儿你来眩晕 A 戳平 A 接大招 A 一刀 C
起来护盾 QQ 来拍地板接大招 A 接戳接平 A 接吸快速拔枪抽一下瞎眼吧找到卡米尔拿着我的破败王者之剑一下追他中闪现 A 接戳接平 A 吸一下一过来打半溜 Q 一下接大招他的身体不好用换一个戳一下平 A 打半溜把他眼儿给他排了戳一刀打半溜蓝枪来了眩晕蓝枪什么装备重戳一刀接大招平 A 接戳接 A 一下接吸这蓝枪怎么又来了呢他刚才不跑中路去了吗出个什么呢我来个反甲试试怎么样不得这把出死亡之舞又有虚区团战无限减核谁给我下当了蛤蟆给我下当的他奶奶的又是蛤蟆今天不杀蛤蟆我誓不为人算了先去杀个卢仙奥卢仙打半溜晕戳两下接大招吸一打不了啪啪 Q 接大招走打不了晕戳一下平 A 两刀空大了这英雄大招其实我觉得有没有都一样这英雄不看大招只要他能杀人他就无限有大晕一下戳一刀晕我上晕戳两刀扎一下戳两刀怎么了
给大招套点盐 ，W 戳两刀，戳一下吸瞎眼吧，大号切那一上，啪接大招，戳一下接吸一下移回来 ，A 接 Q 接拉起接大招 ，A 接戳接平 A 接吸一过来 ，W A 接戳接大招接 Q 接 W 接吸吸贴膜。戳一下，接吸，一啪啪 ，Q 啪啪 ，W 啪啪，好人一生平安接大招。W 晕，戳两刀，一下，戳一下 ，A 两下 ，W 一下 ，A 一下，戳一下。先杀的卡米尔，他灵活。W 晕 A 两下戳一刀，吸一下一回来 ，Q 一下，平 A 接拉起接大招 W 戳两刀，一下 A 一下 A 一下死了。来个死亡之舞。看看还出点什么呢，再来个右装，没什么好出的，出把羊刀，来把羊刀，卸手啊，觉得那些装备吧都不太适合这英雄。刚才那最后一个二级的那个兄弟，等一下啊，嘿。